我才吃过哎，现在两点你要吃。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吃很少，今天没有吃早餐，所以当然要多吃一点啊。这样好吗？啊，不要减肥。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？我除了吃东西，其他时间都在减肥。一变胖我就生气，一生气我就想要吃东西啊。好，明天要减肥了啦。这句话你已经说了487遍了。我真的讨厌当组长，感觉是实力不讨好工作。吃吃吃，马威要吃。你可以不要什么想要吃的吗？你看你，你圆跟包子一样。包子，这个我要吃。吃什么啊？我要吃。哎，我要吃啊。现在吗？不会啊。你真的都不会饿吗？哎，其实还在有点饿。对嘛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我被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我在想等一下都吃什么，这附近的东西都吃腻了，好烦哦。要跟你说完昨天。我靠，你要吃哦？没有啦，就解嘴馋呢。